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我们今天我们庆祝光荣十字圣架，光荣十字圣架。十字架本来是一个苦行，就是要惩罚那些人违反了罗马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就得了光荣，十字架就成为一个胜利的一个标记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庆祝光荣十字架，也是庆祝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，我们的救恩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，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为拯救人类，甘愿你的唯一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求你赏赐我们今世能深切领悟这无限爱情的奥迹，来日在天上获享你圣子救恩的果实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户籍记。那时候人民在路上不耐烦了，就抱怨天主和梅瑟说，你们为什么领我们离开埃及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食，又没有水，我们对这清淡的食物感到厌恶。于是上主打发毒蛇到人民中间，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。人民来到梅瑟跟前说，我们犯了罪，抱怨了上主和您，请你转求上主给我们赶走这些蛇吧。梅瑟就为人民转求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做一条金属的蛇悬在木杆上，被咬的人一看见它必能生活。于是梅瑟做了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，被蛇咬的人一看见铜蛇就保全了性命。
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我的人民，你们要听我的教言，侧耳细听我的训勉。我要开口讲述譬喻，我要揭开历史的奥秘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他们被击杀时才寻觅上主，回心转意，急切地投奔天主，才想起天主是他们的磐石，至高的天主是他们的救主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但是他们满口谎言，以唇舌欺骗上天，他们对天主毫无诚心，对他的盟约也不忠贞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天主却慈悲为怀，赦免罪孽，并没有把他们消灭。他多次抑制怒火，从不把义愤发泄。你们要常记住天主的伟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基督，我们亲崇您，赞颂您，因为您借着十字架救赎了普世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尼哥德摩说：“没有人升过天，除了那从天降下来而仍然在天上的人子。正好像梅瑟在旷野里高举了蛇，人子也要同样被举起来，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。天主这样爱了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派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不是为定世人的罪，而是为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。”上主的圣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全部平安。我记得去美国，在 Iowa， 我们圣言会在 Iowa 有一个学校，所以到了芝加哥之前，先到 Iowa， 在那边要复习我的英文，要复习英文。以后有一次的周末，我们所有的学生，我们神父就给我们所有的学生一个十字架。以后呢，我们就在我们的修院，也是学校的前面，刚好是一个坡度，马路大马路在下面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坡度的这个草坪上面，把我们的十字架就是要立在哪里。就想一想，如果我们那边大概有300-400的学生左右，每一个人把十字架就立在这个坡度的草坪，
草坪的那个，从大马路要看过去，后面就是我们的教堂。大那个教堂上面有一个大的十字架，下面就是有小小的十字架。十字架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观光的那个非常的壮观的那个景色，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记得我还是修士的时候，我们去做一个周末的闭境。那我们去闭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导师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说一个下午，好像是礼拜六，就说你今天有两个小时，那你们这两个小时呢，你们就自己去默想，个人默想。但是在你们默想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用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你们就做成一个十字架，用树叶啦，用树枝啊，用石头啦，用什么的，你们就去制作一个十字架。但是你们在做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们也看看你们自己，这十字架跟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？等于说要看十字架怎么样的陪伴着你，怎么样的在你痛苦绝望的时候，十字架怎样的给你力量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多人我们过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之后，很多我们的修士们就带来了不同的各样各式的十字架，也代表了各样各式的不同的经验，不同的那个过程，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过程，他所走过的路。在今天我们庆祝的是光荣十字圣架，光荣十字圣架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，十字架本来是一个苦行的一个标记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，就变成胜利，变成一个力量救恩的标记。那今天的庆祝本来是在应该是三百二十年，那时候那个君士坦丁皇帝，他的母亲圣父 Helena， 那这 Helena 是圣海伦，那圣海伦他就去了耶路撒冷。以后呢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一个目标就是说要去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底是在哪里。我们想一想，从大概公元35年耶稣死亡的时候，到320年，有三百年，这个木头还没有烂掉哦，这个木头应该是有特别的木头。所以他们那个圣父海伦去那边去找了以后呢，就找到这个十字架。那怎么找到的？就有故事啊，他们就找到了三个十字架。那这三个十字架到底是哪一个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？他们就带来了病人摸了十字架，摸了第一个没怎样，他还是他的病还是在他身上。第二个也是一样，摸了第三个他就痊愈了，所以他们就确定这个应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以后在这个地方就盖了一个大教堂，就在到现在，如果我们去那个耶路撒冷，耶稣圣墓就是在那边。那耶稣圣墓的有一个山洞，那这个山洞里面呢是圣海伦的一个小圣堂，所在这个地方，耶稣的十字架被找到。所以早期他们就纪念今天的9月14号，就是纪念选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但是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，就是要庆祝这个。以后到了第8世纪的时候，换了选获那个十字架，就是在5月3号庆祝。3月5号，就是在那时候纪念的。而今天的9月14号是为了纪念庆祝光荣十字架。但是1960、1964，圣若望二十三，他就把选获十字架跟光荣十字架放在一起，就是在9月14号
要一起庆祝，是今天我们所庆祝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一点点的历史。那在六百十四年，耶路撒冷是被波斯那个回教所就殖民这个地方，控制这个地方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十字架也带走。但是到了六百三十年，有另外一个那个国王，那边大战，把这个十字架带回来。但是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自己这个国王的皇帝，他就背着这个十字架要爬到那个加瓦略山上，背着这个十字架，这个皇帝背着十字架上去。但是在途中，他连要往前走，要踏上去也没办法。他好像是有什么力量把他往后拉去。在他旁边的有一个宗主教就跟他讲：“皇帝，当耶稣背起十字架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他全身都是伤痕，都是血，他衣服就是破烂的衣服，他没有穿这么华丽的像你现在的衣服。”那皇帝一听到，他就把他这个国王的衣服脱掉，把他的那个荣冠也拿掉，他穿了一般的朴素的衣服，背起十字架，他就走动了，他就背这个十字架上去。这个是让我们想起，我们要走耶稣的路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的心，要谦卑的，要这样的走他留下给我们的路。在今天我们庆祝的光荣十字架，这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生命树，因此十字架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十字架也是我们的胜利的标记，它打胜了黑暗的势力，十字架也是我们的救恩，所以今天我们值得庆祝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庆祝我们自己的救恩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要拥抱十字架，十字架是我们力量，在我们痛苦绝望的时候，十字架给我们力量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
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主是我今世之家，哪儿有生命水，有家儿我也留下，洗出我